500障碍建设的这尊比啊，啊人咧讲啊，输人唔输阵，输阵就歹看面咧。顶一回哦，要争那个受枪代表，已经输我罗刚啊，所以你这摆绝对要来一下绝地大反攻。海生哥，你感觉我安尼讲有道理无？胜利哥，啊，不过这件代志先卖予罗刚知影，较免压力伤大，知无？什么事情不让我知道？哎，海生哥，啊，你得卖谦虚啊啦。其实部队内底吼有一挂良性竞争呢，会让提升咱的士气。而且你甲罗刚一定要做咱的表率。啊，归去安尼啦，来来来来来 ，CEO 我哦，这真啦，你来对抗麦哎，明仔载五百障碍哦，是海参走啊紧，还是罗刚走啊紧？来来来，罗刚两百，啊你罗刚两百，哎，稳到点嘞，当然要下庄注五百，500，等嘞等嘞，你这是看我无晓，那我们对方赢。海参大哥，我差你五十哦，对，五十二，罗刚两百，罗刚两百，对不起。你不要生气了，我要你3000。我要我自己2000，肯定是怎么压得来？哦，海生，啊，你卡底是抹什么神油啊？啊，搁用被仔包起来，你哪来的自信啊？海生，500障碍最重要就是团队精神，重点是大家都能过关。啊，你讲嘛是有道理啊，我该干嘛？卖吧卖吧，啊！不赌海参，不赌罗刚，我们可以赌赖虎啊！明天500障碍不会过，我赌1000，我再加500。哎，你们不要太过分哦！要赌就赌你们自己，干嘛赌赖虎啊？那最多项目不会过的，不赌他赌谁？对，五月中地点都有平。赖虎，赖虎，赖虎。肖德基，你是很厉害是不是？项目部队有几个啊？说别人就看自己好不好？小基基，我还以为你改邪归正，什么死性难改嘛？哎，我开个玩笑吧。哪知道赖虎那么认真，你们也可以赌我啊。哎，真的很白目哎，我还以为你们变好了。我跟白骨不是故意的啦。